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我想佛经不是要听多，而也不能说每次只来参加法会那就回家了，但是你没有改变。所以当然对我来讲，很少人跟我讲话，因为我整天走来走去，但是跟我讲话了大部分是那一天啦，帮我你跟我斗三天的，但是我发觉他们都没什么改变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把佛法放在心里面，老是念佛。佛不是代表一尊佛，是所有佛，包括他过去怎么修行，现在怎么度众生。他跟我们说的经历是什么？那各位要不断的熏习，以后要一直用，一直用，一直用。而且不是用一世人，慈悲要用几百万岁，安住空行要用几百万岁，对啦。啊，为了要达到慈悲心，所以我们修观音仪轨。为了要思维空性，我们读诵经典思维。但是这个空性不是在那个时候有空性。你虽然看经节经典，打坐思维空性，但是这个空性是你面对了。今嘛有人跟你骂，今嘛医生讲你破病，今嘛你的囝跋倒。那这个时候用空性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。当你的眼睛看到境界，当你的心接触到这个法，你内心有没有保持正念？所以佛教绝对不是咱一世人，你若要将佛经拢读完了，你一世人嘛读不完。就算你读完，你也不一定了解意思；就算你了解意思，你嘛无时间去做。所以很多人要去做念，我认为很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知道世间苦啊，压力这世间啊，贪嗔痴就会轮回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都让咱开悟成佛啦，啊，你知影？那你得用这個心态去讲做念，但是做念不是讲我咧念阿弥陀佛叫做做念，做念是你这个人行去引导，这个人呢甲别人无同款哈，安尼有气质安尼啦。面安尼笑笑啊，
真无奈，因为啥啊？因为伊的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所以伊的相就阿弥陀佛的相，就迄种脱，就是脱离世俗的，轻飘飘的，很文雅，有迄种气质。各位在请教见啊，气质。等于问你某讲，某诶，我今日参加一间观音法会，有气质无？你莫讲你断脚断手，人家千手千眼，你都无一个气节，因为这个佛法没有进入你的心。所以我想，咱去讲做念，不是讲怪，免钱就臭屁，啊，爱钱就安尼怪怪，这个都不对。我代表阿弥陀佛的一个基因，所以各位请要紧啊，气节，我的师父给我强调。请杀你赶紧出家啊！不要让别人看到你世俗的形象，眼神、走路、皮肤、外表、讲话、写字，连睡觉你都要是一个修行人。这个只能靠老和尚盯我们了，讲我们了。佛经很简单，知识分子夸只能讲得要，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气质？所以我想各位，你是一个修行的人，修五戒，你现在皈依三宝啊，你做什么代志都不用自己的想法，嗯，有经怎么讲，阿弥陀佛怎么讲，因为我皈依三宝啊。你今天修五戒啊，那你做什么代志都不敢修过，都不敢害，不敢骂，因为你修五戒啊。你今天修八关斋戒，不要。不要一直在这个仪轨，好吧？各位仪轨才变成五分钟就好啊，五分钟就好啊。但是我给你想八关斋戒啊，我给你袂爱睡啊，我给你按照这内底，袂去听音乐，保持一个六念法，外以八支，内以六念，安尼对啊。所以你早起爬起来念一遍八关斋戒仪轨十分钟，因为你已经熟啊。但是在佛前得到戒体。然后规工就是安尼啦，去上班去做代志，但是你让人家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跟你谈判讲生意，啊，你拢未计较呢？为什么？我跟你想不管在，你真正找到时间，我跟你计较拢真好真嫩，我跟你未贪卖料就好。你若明仔载跟我讲，我就较定啊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你修八关斋戒，我给你清净无污染，你呀。啊，你若修菩萨戒，哎，无同啊咯，功德通大。像话菩萨戒，不是干那一世人，不是干那今日，是真未来者。啊，对象呢，所有众生，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佛教、人鬼，拢是我爱的对象，我奉献慈悲的对象，叫做菩萨戒。我好啊，今嘛真的地心文字啊。规工咧研究菩萨的经典，啊！坐我边啊，该笑拢不爱笑安尼，较拍招呼嘛不爱插我，啊！所以先啦，我读真济册，卖甲我插。我咧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卖甲我插。我讲我坐你边啊，你无甲我念，你念无想听。你是要让我去极乐世界，不是？你要去极乐世界，袂使我念十万声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连你该讲话，伊嘛咧念阿弥陀佛呢，足无尊敬的。啊，这个不对。念阿弥陀佛的人，我是显现阿弥陀佛的心，无量心、无量功，关怀你，替你倒茶，替你摕物件，送到你门口，问候你食饱无？因为我咧念阿弥陀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念头伫我的心，表现伫我的行为，迄叫做老实念佛。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麦克多啊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我偷看人，你看我念啊。啊，所以有一句话啊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念珠在你的心里面，阿弥陀佛在你的细胞里面。所以 ，Om Mani Padme Hum， 每一个咒语都在我的细胞里面。我们的眼神，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外表，我们待人处事被欺负的时候，我依然在慈悲，那叫 Om Mani Padme Hum。 所以有这种悲心，
你挖了水，水嘛变甘露水。所以我想，当年我安尼讲啊，有些人可以体悟，有些人听不懂。但是佛法一点都不困难，因为有一个女居士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学密宗很困难呢。师父，你有没有去学？”我说有，我有去日本接收什么什么唐密、东密、台密，我什么都收了。看的。藏密我什么都去接了，天台宗、朝洞宗，那有的我都去接了啦。啊，你有疑鬼不？念一下，疑鬼在我心，我现在对你不错，你跟你笑，那就是疑鬼啦。难道我要挂个天台宗、密宗、然后又分藏密、唐密、什么密，然后这不对。佛法我们结光长老说：“长老，你传天台宗给我，安尼就 OK 啊，对啊，办个半天呢 ，OK 啦，对啊，全部都给你啦。”长老说：“爸爸爱你的心一点都没少，佛陀爱我们的心也从没有少。经典是帮助你的心的，当然经典很重要，但是经典不是你的心。”仪轨是帮助你修心的，但仪轨不是你的心。做一个天台宗的人，那你要掌握在智者大师身上。智者大师，那是十方诸佛乃至显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显现。哪一个法不是智者大师的法？所以，但是你要表现在待人接物。那九光长老说，开老人院，办医院。办学校，关怀社会，这个叫天台宗。但是年轻人永远听不懂，我要去读止观，我要去读天台，然后大家都来比赛啊，那所以我去参加天台论文。你是小子，你今天没有带论文来，论文在我心。我马上回答。啊，人家都写了长篇大论，你没写过来。所以我想各位，我安尼讲啊。就像我常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老的想去请死的徒弟啊，捌听过嘛？哈，大徒弟说：“哦，师傅你看，我佛寺有扣大金嘛，赞！”安尼，第二个师傅你看，我写遐尼济佛册，大家拢在看，赞！第三个讲：“你看师傅，我信徒遐尼济，赞！”跟师傅讲：“啊，最小的徒弟呢？哎，你无好啦，你把靠，你做烟供安尼啦。”还叫你走过花园看，小徒弟坐遐在哭。曙光，你靠下面，师父，那些蚂蚁好可怜哦，我在这边为他们皈依啊，那个老百姓啊，因师父破位的老百姓感动，我有徒弟了，佛陀有徒弟了，各位要记住啊，所以我只是谈情痴，法只是讲我咧起誓，我咧写册，我信徒真多，那法执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：“海涛法师啊，我以前看你定在洗吼，啊，你今麦来无在洗？来无？啊，无我来跟你讲话。这是表法，我都保持正念。你那里洗，我都帮助你保持正念。哪一次呢？你那里洗，把人看了蛮欢喜。哪一次你那里洗，佮我都观想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啊，带众生苦啊，普度众生。”这是个助缘，但是记住，那是要洗你的心肝，甲洗你的嘴会讲好话好听，洗你的目睭有观世音菩萨的目睭，洗你的身躯有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那这个叫入心了。所以各位有香港卡无，那叫做入心啊，臭到内底去，洗袂好，洗到天光嘛，搁臭臭。所以那。我想各位要了解，但是千万不要在外国人面前来比试你在干嘛，因为这是西藏文化可以，那文化不是佛法，那至少从文化了解佛法，哦，这是中国文化，阿弥陀佛，可以，啊。